就是这么突然，钟家宽屏数位天空有线电视工程在西园路一段136巷附近施工，突然遭不明人士殴打，还口出恶言。事发突然，工程人员赶紧拿起手机录影。结果他就两个人过来，就把我老板拉到旁边去，我就拿了手机开始摄影。另外一个就一直在那边侧干的给我骂人啊，骂脏话什么的，一直动手，一直打我这样子。我不晓得嘞，因为他们就意思就不给我们施工啊。一句没看过坏人吗？恐吓施工人员，并不断的推挤对方，企图阻碍有线电视人员施工服务在地民众，造成受害者多处挫伤，赶紧就医验伤。这边有挫伤，叫不要去打我这样子啊，说我们是施工而已，施工人员叫不要一直打我啊，他就是一直打一直打，当然会害怕啊，他来就一直骂，有骂三字经什么都有，要走之前还叫我们不要再拉了，说再拉怎么样，叫我们试看看这样子。中嘉宽屏为提供全台地区良好的有线电视与光纤网络品质，按照合法程序施工检修，这次突遇不明人士攻击与言语辱骂，将不纵容违法，报案依法处理。记者台北报道。